哦，来了来了来了，哦，耶稣耶！那哇，时间过得真快，已经一眨已经是三周年纪念了。然后大家如果还不知道我的主频道之前都做很多一些斗争影片和斗争开箱的话，可以先去那个我的主频道去看一下。这次有我们的 DY 午夜蓝吗？是午夜蓝？我怎么感觉是午夜紫吧？第二个是电子夺命你，哇，这个造型我不能接受。这个我虽然我很喜欢蓝色，但这个蓝色给加上夺命你，我觉得不行。炭灰石，炭灰石我觉得还 OK 了，普普通通嘛。炭灰黑，汉影的黄金，这个黄，还好看欸，我觉得还可以欸，我觉得他的头发看上去很顺，感觉好像刚洗过头一样子。好了，那我们现在就轮到了 DY 的传说造型，那他这个名字叫学生嘛，就韩国学生妹嘛，我觉得啊很不错欸，小美哈密瓜欸，他那个哈密瓜，他那后面是哈密瓜汁嘛。比起以前的那些相比的话，我觉得目前最好看的我觉得是这个皮肤欸，我觉得这个看上去很好看欸，到目前为止这个小美的造型我觉得这个最好看。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这个很像玩具欸，他这个钩子啊。然后其他的我就觉得下一个这个法拉有点很像一个电影，但我就是忘记啊，星际大战那个星际大战，就给我的那种好像有一点像是星球大战的那种衣服啊。下一个是石像鬼的温斯顿，他好像是另一款魔兽转过来的皮肤欸。最后一个就是 BG 啦， BG 的震爆警长。这个我觉得只能说很普通，好像没什么亮点啦。那这一次呢，我个人认为我最想要的应该是 DY 的学生妹，然后小美的哈密瓜，就是汉影的黄金。好了，那我们依然也是开50个箱子，但我在进入游戏之前呢，我还获得了一个全新的什么传奇箱子的，获得一个。但不过呢，这里显得是两个，是因为我买了50个箱子以外，它还会额外再送一个传奇箱子，所以我会有两个箱子。这传奇箱子就是表示你这两个箱子绝对会拿到一个传说造型。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希望今年会有很好的运气给我啦。当然了，这次的因为是三周年纪念，所以它是所有的活动皮肤都可以打开，就算是什么圣诞节啊、万圣节啊，还有什么运动会的皮肤都会开，所以说这里面都会随机抽到的。所以如果没有抽到今年的三周年的造型的话，就怪我运气差了。好了，那目前呢我们开到了45个箱子嘛。目前呢我感觉好像有点不是很好欸，现在没有一个黄金给我。如果能拿到100的话我就高兴了。哇，不是吧，我现在都已经开到9个箱子了还不给我开。哇，金的在哪里？没有金的吗？我都已经开了10个了。哇，不会这么衰吧。这是什么？这是去年的运动会的莫伊拉，这个可以先用。黄金哦，两个金啊，这两个嘛，一个是汉影的运动造型，然后一个是去年的二周年吧，这好像是二周年的。咯，这是什么特写镜头啊？不要。哎呀，不要闹啦！黄金，我要金色的，金色的黄金，金色。哇，这次斗争很针对我啊，都不给我来几个，只给我两个，而且还是去年的。给我来今年一个就好，一个就好。
哇 ，no， 开了20个啦！哦，吵死了！哦，可以啦，不错啦，是去年的就对了啦。哇，2个纸啊！哎，拿到嘞，拿到今年的这个什么，我忘记叫什么了，电子的夺命员，用用看吧，新的我都想立刻用啊，都等一下要去炫耀炫耀一下。啊，我要金啊，金金啊，我要金，我不要再用自己的游戏币买啊，我要抽来的有满足感啊，不然的话这50不值得花。哎哎哎哎，这个也是，这个也是，这是今年的，今年的法拉皮肤金啊金，怎么没有金？哎，这是新的吗？这个什么胜利姿势？哇，这胜利姿势还不错看哦，他的屁股圆圆的，好光滑。金金金呀呀呀！哎呀，砸力啊嘛，不砸低啦，这是什么？哎呦呦呦，黄金！哦，终于拿到一个海的黄金，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我可以要，这个可以，这个、可以。第一百的学生妹或者小美的哈密瓜，我就开心了。其中一个，其中一个就好，真的，我只要这两个其中一个。我觉得好像每一个人的运气都是这么好，就是只有我一个人感觉好像被针对了。我都想要指定的，但我都没有一个哎。金色的哦，蓝天白云啊。一个蓝，三个白，这个不好哦。三个蓝，一个白，对嘛？就是要是这样子，我不慌的。等到10的时候，下面都是黄金的，全是金色箱子。不错，不错，不错了，太不错了。两个白，两个蓝。这是很好的征兆，等一下马上就有金色的。等一下，这个下一个我相信一定有了，相信有了。紫色嘛，勉强过得去了，只是要慢慢慢慢来，下一个一定是金色的了。OK， 现在只是一个还是紫，但下一个肯定是的。我们还有10个，不要慌，总会有个金色的。下一个就剩8个箱子喽！哎呀，7个箱子，没事没事，马上就来。我现在开始慌了，你给我金色箱子，金色金啊，我要金金啊，还我钱啊！4个箱子啊，拜托！叮叮啊，金啊，钱给我干嘛了？我不要钱，我要皮肤造型。哦，来了，来了，来了！哦 ，yes， 哈哈，哦，进来 ，yes， 可以，终于来到一个了。如果再拿到小美，我就更开心了。哎呀，真的！哇，这个是什么生化仓鼠吗？生化危害。好吧。OK，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开这个传奇箱子吧。这2个箱子一定会拿到一个传说造型啊，所以呢，我希望是小美的啦，保佑啊！哇，2个！哎呀，为什么是这个小美？不要这小美啦！我到拿到拿到这个蓝露珠啦，剧毒！哎呀，总比也没有好啊，用吧用吧。小美！为什么没有小美呀、啊？好，OK， 我勉强接受了。废话不多说，直接买了。Yeah!
耶、大家我抽到啦你们不知道我刚刚抽到啦耶、好冷啊好啦那今天的五十个斗争开箱影片就到这里啦那大家如果还没有看过我以前的影片的话可以到我的主频道里然后上面有资讯好这下面有连接你们可以去看看我以前的开箱以及以前和以前伙伴玩斗争那些娱乐吧那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如果大家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点赞以及分享出去啦那我们在下一部影片见拜拜今年要怎么说呢？运气还是很糟糕。